方能又与梦生灵。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神明留下奇迹，云梦泽依巨木而生，被天穹笼罩，九大神巫各司其职，庇护着这片隐秘的土地。神巫中有带来繁荣或衰败，如日食亲临的东皇太一，高飞流云之上巡查天穹，调遣气候的云中君。但今天要说的这位，一世而独立，只与灵魂打交道，大司命，居忘忧沼泽，护云梦众生。故人命兮有当，孰离合兮可为。云梦生灵相信，当行至中途，会在司命大人的引领下前往天生墓迎接新生。守护归去是沉甸甸的使命，司命大人常年独来独往，不喜不悲，冷寂疏离，远远观去只瞧得出是个青年人的模样和身形，从未有人见过他面具下的脸。那双冰冷冷的一瞳一扫，就算周围有好奇偷瞄的目光，也顿时打消了大半。司命大人引领灵魂时，会挥动手中武器，搁上悬挂的乌灵坐像，金飘带舞，神秘庄重。听，远处传来乌灵与歌鸣，想必是司命大人又在巡行了。作战之时，司命大人挥动武器，生成魂链，连接敌方目标，还能直割划开一条通路，无视地形穿梭其间。Legendary. 千万不要触碰司命大人创建的领域，如若踏入，不仅会被赋予印记，还会被魂链追击。当神巫之力全开，司命大人可凝聚敌方灵体，协助自身作战。在此期间，冷酷收割残血。纵然世事无常，但只要有司命大人在，云梦之人便坚信来去可安，忘忧沼泽，夜静如水，万籁无声。司命大人无情冰冷的面具下，是否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牵挂？Top of Voucher Game AOV dan yang lainnya kini lebih mudah. Bisa langsung ke official website Cave Game Shop. Tunggu apa lagi? Ayo top up di Cave Game Shop.